小学那种吗？森林小学吗？哪一个学校？哦，好，石宇高中，知道石宇在哪里吗？石宇在九份那一边哈，就是是隔绝的，也不会想逃学，也不会想翘课，因为翘出去就是海跟山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那公车一个小时才会有一班嘛。好，哦，好，就是你而已嘛。哇，好，还有别人吗？就他一个人，太好了，好好好。勇气的家。好，你也要唱歌吗？没有两个。好，好，来，这个麦克风，这样假装你有唱歌。好，因为为什么要这样，知道吗？因为这样照片照起来比较有像你在唱歌，画面比较好看。好，好，可以开始了吗？